你有一个乐队是吗？傻子与白痴。哎，是。然后现在还有在表演吗？啊，有的。他们在哪里？在台湾呢？嗯，是。一共四个人哈。嗯。有表演过吗？就是正式出台表演过吗？有的。有的。那你们发过专辑吗？啊，没有。从来没有过。啊，从来没有。那你们主要是靠表演或的劳酬来运营这个团队吗？哦，不是，我们主要是靠自己打工。所以做这个乐团主要是你们的一个自己的兴趣。嗯，是的。那欢迎各位首先来到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特别在三天之前准备好了傻子的全新的医药费的一个抢先的预听沙龙时间啊，也欢迎各位媒体老师，然后音乐人老师，还有包括一些圈内的好友朋友们一起来汇聚一堂。那就先掌声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然后再次掌声欢迎一下傻子乐队的包括音乐。16岁开始玩团，到现在差不多8年，喜欢乐团，所以加入一个玩乐团的社团。我跟韦德是高中同学嘛，那时候是学长分团哦，我们一起坐在台下被学长骂，是一个很严格的社团。我们合作的第一首歌应该是那个 My Chemical Romance 的 I'm Not OK 之类的，就是那种那时候的高中生很爱听的歌。我们那时候就认识光良了，可是他那时候有一个光环。就是他那时候是那个县市，就是吉他弹最好，所以上了大学之后，我们就找他当我们吉他手，因为我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上大学以后是念一个比较封闭的学校，就我的学校的话是在学牙医，知道他们也想要找一个吉他手，然后就找他们一起玩。第一次跟他们合作就是帮他们混音，他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学生，那个时候我其实各方面的进度都领先他们很多，就觉得他们的东西其实应该可以蛮好的，可是他们做出来就很烂，然后就想要把它弄得好一点。因为我们当时团里面也没有贝斯手，所以我们就顺势问他要不要当我们贝斯手，因为他是学贝斯专业的，对，然后他就说 OK， 然后就进来，然后一直到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如果你可以追求最顶端，你为什么不追求最顶端？那没有什么好。你可以成为 The Beatles， 为什么你要成为 The Beatles 那一个时代一个很独立的吉他团？为什么？你可以成为 Oasis， 你不会想要成为 Blur， 一样的道理。没有，这不同，这不同。没有，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就应该要是最好的，最好的包当然是包括它的流行度。我讲过，为什么我们没有啦？我就跟你说，这不冲突，因为你的最好的定义包括了做自己喜欢的事跟赚钱，对吧？所以这不冲突。我只是把这两分开。对，我只是把这两分开。当你要取舍做自己喜欢的事跟赚钱，那你会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的确是这样。对啊，所以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这两年，第一年对厂牌来说是一个很剧烈的变化，就是我们从比较远的地方来到北京，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是对我来说有点突然被拉进了所谓的这个音乐产业之中，我们开始需要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现实躲不开成见，直到生活杀死了一切。那第二个变化是，就是后来爆发的疫情。我相信这个第二个变化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比较深刻的体验。那经过这两个变化后，我觉得这张专辑它的核心是一段时间的总和，而不是一个特别的事件。终究不爱这世界，他会这样子。谢谢。
是什么原因会写出这样的歌词？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是吗？您是说就是刚才这些歌词？哦，然后对，你想表达对这个世界的什么呢？我想要表达自己的心情，是失望还是无奈还是所有的？所有的。所有的。如果开心的话，就会写开心的歌。有开心的歌吗？没有。第二张专辑想要阐述的东西，其实它就是在阐述爱这个东西。在两年前，我们会想要把爱这个东西看得很巨大，对，看得很不着边际，然后看得就是想要把它传播到每个地方的那种感觉。在经历我上述说过的一连串变化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会慢慢的做一种向心式的运动。我们在寻找一个很本源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去解释我们所有做出这些爱的行为。爱的万物论，我觉得是一个相较于其他首歌水准更高一点。那阵子我听比较多古典乐，然后我本身也比较喜欢听爵士乐啊 fusion 那些，我就想办法用一点想象力把他们两个尽量的融合在一起。好像去年在北京吧，我们就在一个小房间，然后一起把这首歌的主要架构完成了。这首歌在探讨爱对于生存的价值，但是就是用一个比较浪漫对话感的方式去呈现。我觉得他的动机很难去缩小到，例如说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某一段场景什么。我觉得他的动机真的要讲话，真的就是可能这两年来的一些思考，然后那些思考会在某一个时间聚集成一个足够谱出旋律的情绪。非常的动态。Very good。再来一场。好。我也并没有觉得就是我已经充分的阐释了它是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答案去解释无尽的想象，但是对我来说，如果真的要往前推的话，我基本上我的极限就在音乐这一块，我就会停下来。我没有办法再思考音乐更前面的事情，那些事情对我来说可能已经太缥缈。我觉得目前的东西，包括噗噗，还有啊，很好，我觉得很好。我就是说这个 live， 我觉得可以每个人去。那要不我们 sample 一次？可是我不想只有我，我想要那就大家，我想要不同的人讲 live。可以啊，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 live 效果。我觉得这 live 应该有一个问号 ，live 这样子。可以有一个人是这样，可以有一个人像你一样的 live。Lif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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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有一种那个小学英文课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对。好的。或者是那种健身房或者音乐。我觉得这个团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相信彼此的专业，我们不会特别的去干涉别人的业务范围，但是要我们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很有相信力。刚刚那个动作看我，好看我，不要动，完全不是啊，不要动啊，眼睛看我，更为对方着想的感觉，更为乐团，为了我以外的另外三个人着想。我觉得大家都是这个意识变得很强，就我们在配合上确实是有更默契，尤其是像这一张专辑，好像就不太需要我去管混音的东西，他们都很棒。就是，其实我觉得傻白好像越来越不需要我。其实我觉得，就算到第二张的话，它也是还在一个摸索阶段。就这张专辑，其实对我来说，应该还没有把这个乐团定型。这一张可能会卖得更差一点，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不会是他们想象中傻白的样子。但是我自己蛮喜欢的，我也希望他们会喜欢。对我们来说，音乐没有小众或是大众之分，对吧？音乐只有好坏，好坏的区别。有些歌它可以很红，同时它也很好；有些歌它可以很红，但是它不是这么好。你知道很多我觉得很伟大的影集，或者很多很厉害的电影，他们都很闷，可能你要一直品它，你才会知道它好在哪。我们也想做这种可能是需要去品的东西，这个追求是不管下一张还是下下张，还是整个玩乐团，我觉得想要做艺术的人，想要做这种内容输出的人，都会想要追求的事情。希望我们不要太快暴富。就是因为以我们现在的走势，包括我们的这个后市后续看涨的这个那个样貌，我怕我们会年少得意，然后太快迷失自己，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坚持住。那你们要看着镜头说，因为我在讲屁话。